大家好，我又是你们的大强哥。今天我又在渝北区的金桃花园正大门。今天我带大家去吃一家蹄花汤。这家蹄花汤是17年的老店，反正味道是肯定很好的。它的口感是属于那种软糯型的。那么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走起。
原汁蹄花汤我们吃完了，我们现在来总结一下，这家十七年的老店儿，不愧是十七年老店，味道是相当的好，蹄花汤的汤有点浓郁，慢慢嚼劲儿，喝起有点点的原汁味，也不是很黏，恰到好处。霸王蹄花呢，那个佐料很好吃，辣椒也很香，味道也很鲜，而且又软。这家店也是我经常来吃的店，味道是很劲，很好的，现在推荐给大家，希望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来尝试一下，味道是很不错。那么要看更多美食，喜欢本 UP 主，是叫 UP 主吧？喜欢 UP 主的，喜欢看更多美食的，欢迎点赞、评论、收藏、加关注。那我们下期见，拜拜。